好，我们来看 LeetCode 1738题，找到 dk 大的 XOR 坐标 value。然后呢，这道题给出来的是 matrix 一个数组，然后的话让我们去找的是一个坐标 a 和 b，然后的话就满足 a 的话是从说呢，a 是所有比这个 a 小的 i 的坐标，然后的话 b 是所有比 b 小的个 i，g 的坐标，然后所有的元素的一或和，哎，说也不好说，说也大家都很难明白，画个图就得了。这是一个6×4的数组。比如说，我们要看这一点的 coordinate value 的话，就只是 O 吧。然后它的这个叫做 coordinate value 是什么呢？是所有的比它的这个坐标小的 matrix。横坐标比它小的 matrix 和纵坐标比它小的 matrix 的 value 的一或值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坐标等于零一，就是从这儿我都把这儿画出来。就是一这个坐标，这一个一这个点的那个 coordinate value 就等于所有的零和一这边 matrix value 之间的一或和。那相当于我们先写出来 coordinate i 和 j 就等于什么呢？就等于，它是所有 value 的那种一或和，是不是？那就等不等于，那它应该有个关系，是不是？和你就像和 DP 一样，它和 i 减一有啥关系？和 j 减一有啥关系呢？我们看一下啊，j 减一这边是星花吧，井号。这个是星花，那么看一下哈，这两行你觉得星花的数的一或和一或的一或长一或和没错，然后如果与上星花这个，这是三行四列的数的一或和，是不是就等于？其实最后结果应该就是。只把这个一全部一或了，因为这中间的是重复，零中间的零全部重合的，就会被一或掉。如果我们要把，所以的话，我如果我们要算出来，最右下角的一所有的一或和的话，这五行三列的一或和的话，我们还是不还得去再一或一下 coordinate i 减一和 j 减一。是不是？然后，还得再一或一个matrix i j，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，对不对？然后的话，它既然要求的是 dk 大的元素，那我们就维护一个最小。priority queue 的 minimum queue，这样的话最大的往下沉，然后的话一次第二大的往下沉，比如说是 priority queue 是
是不是我们说最大的，比如说是100沉到最里面，然后20沉到下面，4沉到下面1，这样的话第四大小写是不是一，对不对？第四大也是个一，然后我们就只要维护一个 priority queue，它的长度是 k 就行了。然后我们把 top 出来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值。OK，那我们现在干嘛？首先呢，第一步我们是不是先去得到它的长度，row 就等于 matrix 点 size，col 等于 matrix 零点 size，是不是？然后的话，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数组，然后来表示。vector int 是的是 coordinate 是不是？coordinate 然后它的长和宽都是和之前的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首先，第一步的话，我们要初始化的是要把 coordinate 填出来。但是填出来之前的话，我们看到的话，现在和 DP 一样，我们要把第一行和第一列给初始化一下。啊，这是行，然后的话，我们要把。一行的第0个元素，这个是初始的列，对不对？00其实就等于 matrix 00，对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初始化第一列。第一列的话就等于，这个下边应该从一开始了。等于上面这一行的match value 那个什么 XOR 和一或和在一或 matrix i 零。对，然后我们要去，还要去把列都初始化一下。对，这是列都初始化完了，然后我们再把剩下的初始化一下。初始化的步骤就是这个。OK，这是初始化完了。初始化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就要创造一个priority queue int vector int operator priority queue。我们用把每个元素都布置进去。push 的是什么呢？push 的是我们算出来这个结果。push 完以后呢？如果 pq 点 size 大于 k，这样的话 pq 点 pop 把它 pop 出去，因为我们只要 k 个元素，对不对？然后
QQ 连 Top。OK，你做完了，试一下，输。什么意思？哦，多了一个这个。OK，这就结束了。OK，好。